什么方式来设计它的整个内容？跟上学跟上学应该是说跟我之前开的比较不一样的是，之前是一组一组的动作先教，然后再动。那现在是不教任何动作，组合动作就是慢慢的跳，就是所有的动作从简单开始，然后不休息，跳40分钟。那个有氧量就是你的肺活量运动的会比较大，你的运动量也比较大，然后呼吸的量也比较大，但是就是说动作上就变得比较简单，对，那困难度比较没那么高，对，没什么困难度，几乎是没什么困难度了。